character. Woke up at 9 o'clock, I ain't got no job. What the hell should I do today? This feel like some I don't give a fuck. Oh my god, shut the fuck up, I ain't hearing what you gotta say. What the deal, how you feel, not important. All I'm thinking about is riding in these Porsches. But don't be coming at me with that horse shit. Acting like you know me, that's the worst shit. I know in my soul.大家最近身体好吗？是不是很闷呢？是不是需要一些娱乐呢？我今天没有化妆是因为我不想化，我没有化妆的 mood 在这里，还有我现在是 physically 出血，我的 vagina 流血，你明白吗？我不是在一个很好的 mood， 所以你原谅我。大家都知道我不出街的，如果你有看上一条片都知道，就是拍 IG 上的那条片 which 未出，我明天会出。我要有这个习惯，就是每一次都讲一下我的 outfit。 我这个是 Jackson Miyake 的衣服，它是一个日本的牌子。我就起了个头先，虽然我刚刚已经洗了头，说明家居妆又冇乜点化妆，其实我有化，画咗条眼线。我觉得我自己衰咗个头就会一路再衰落去，即系我有一次冇化妆，我以后咧就会成日都唔化妆，然后拍片。不过应该都冇人介意噶啦，因为我个 channel 仲系未冇人睇嘅。我条裤系家居裤，喺呢一个 setting 咧就永远都系因为后边要摆嘢咧，唔系摆呢只嘢啦，系摆呢样嘢啦。呢个 setting。佢應該嬲，係因為咧我就好少出街啦。咁我喺屋企唯一嘅娛樂就係我要 shopping。大家都知道我好中意買嘢，我好中意買嘢，但我又唔中意出街，所以就要 online shopping。所以你見到我今日咧就要 show 俾大家睇，我買咗啲咩？我買咗兩個 brand 啦，一個就係 ASOS， 一個就係 Safo 啦。咁我擺曬佢喺一個箱度，我費事後面咁多嘢。同埋講我買咗啲咩，好似好冇癮咁噶嘛。除咗買咗啲咩之外咧，我會著俾大家睇，同埋著幾個唔同嘅 style， 等你哋可以參考下買完呢啲衫之後可以點樣著。我知道這條片一定會搞我可能五個鐘六個鐘咁樣拍，因為我又要揾衫，然後我又要影，但係唔緊要，因為我係一個 pro 嘅 YouTuber， 我愛你哋，我係一個 pro， 所以我一定要做，你明唔明？哇啊揾添！首先我哋就睇 ASOS 先啦，其實唔係好多嘢啦，但係完咗呢度我會試曬俾你睇之後咧，我仲會同你哋一齊睇下我平時係點樣 online shopping 啦，有咩 app 我中意用啦，有咩 brand 我中意啦。第一樣嘢咧就係呢一個呢一件咧就係一件 turtle neck 嚟噶啦，即係 crop 嘅 turtle neck 啦，佢就係一個短版然後長袖。其實我有一件呢一類嘅冷衫啦，但係佢唔係 crop 噶啦，但係呢一個唔係冷衫嚟嘅，佢係可唔可以對焦啊？唔好對落我個樣度啦。它是普通棉質嚟嘅，呢啲衫真係好有用，我可以試幾個唔同嘅 style 俾你睇下，你可以就咁著佢啦，然後你可以喺佢上面再著背心，或者你可以喺佢上面再著 T-shirt， 佢可以同好多唔同嘅 style 走埋一齊嘅。呢件係一件 basic， 大家都應該要入手嘅嘢嚟嘅。除咗著 T-shirt 喺上面，好似啱啱嗰啲街頭風咁之外咧，我仲著咗喺呢條紅色嘅格仔背心裙入邊啦。秋天或者春天嘅話，就可以著呢件嘢喺入邊。你可以選擇襯 Timberland 或者 Doctor Martens。咁我就著咗 Timberland 俾你哋睇啦。第二樣就係呢一條牛仔褲，睇佢唔到啦，但係你應該見到佢係一條好大條、好大條嘅闊腳牛仔褲啦。我好中意牛仔褲呢件事啦，雖然我揾牛仔褲係真係好困難，未試過著佢啦。大家都應該見到我係啱啱開嘅啦，所以我唔知佢究竟 fit 唔 fit 我，同埋佢就有少少 detail 啦。我同大家講過，我好中意攞鞋帶嚟做皮帶噶嘛，但係佢呢個咧就直情整咗入去嘅，所以佢唔需要再用皮帶，但係佢又可以做到嗰種偽鞋帶嘅 feel 啦。哇，好大條！我覺得我唔會啱著，我覺得我一定唔啱著。咁好聰明地，我 turn up 真係唔啱著啦。咁你可以見到後面咧有好多折痕，最後我就拎咗去改，因為我太中意呢條褲啦。第三樣嘢我係最開心、最期待嘅嘢，就係呢個呢個係一個牛仔 top 嚟嘅。其實我又係知佢啱唔啱我啦，但係我真係好中意牛仔嘅一切嘅。我記得我喺減價嗰陣時買呢個超平，我諗唔使100蚊。我知啊，你唔好望住我個嘴，我個嘴有粒白色嘢，我唔知咩嚟嘅。我真係覺得好核突，唔好望住佢，佢陣間會冇咗噶啦，信我啦。
這個呢我可以就咁著啦，但係如果我想嘅話，我可以著嗰個 turtle neck 喺入邊。睇下你想點咯，如果你唔想咁暴露嘅話，就可以著嗰個喺入邊。我竟然喺我衣櫃度揾到條一模一樣牛仔色嘅 jeans， 我就再攬一條皮帶啦，咁就有嗰種 90s inspired 嘅 outfit。我之前都講過啦，我中意牛仔襯白色，所以我就著咗一對白色嘅 CDG Converse。這個其實是純粹一件 ASOS 出品的 workout 衫，因為如果你是做運動的，你都知道你會有很多不同比賽或者很多不同即是港隊啊、區隊啊給你那些衫，我就只是穿那些衫來做 workout， 所以我隨便買了一件黑色的 ASOS 衫去做運動，這一件沒有話好說。跟住呢OK，然後呢就是這對漁網絲襪，其實我沒有穿過即是整隻腳的漁網絲襪，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穿那對短襪的漁網絲襪的，我沒有穿過這個整個腳的絲襪，所以我買了一對，我可以穿給大家看我怎樣 style 它，但是 definitely 我一定不會就這樣穿它，好不好？可能會哇不行，我覺得這些太咁，我就 carry 唔到嗰啲好 sexy 嘅 style 啦，我就著咗呢條 Adidas 嘅 part 紐褲，咁就開咗嗰啲紐去，然後 show 自己對漁網絲襪出嚟，同埋呢對絲襪係高腰㗎啦，佢會高過肚臍嘅話，所以唔只會喺隻腳度見到呢對絲襪，你會喺條腰度都見到呢對絲襪，所以我就著咗一個短嘅 crop。如果我嗰日想再 casual 啲嘅話，我就可以著埋件牛仔紐去襯咯。OK。Okay. 我想我是衝動買它的哈利波特的蠟燭，哇，其實它不是一個很特別的蠟燭，這個應該是 Hogwarts 來的，哦，你知不知道，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買它，我又浪錢啊，跟住呢他們是一set的，就是這個粉紅色，哇很多粉紅色的東西，因為我的 best friend 就是生日，我要買生日禮物給他，但是我不知道買什麼生日禮物給他好，他就很喜歡 Winnie the Pooh， 還有他很喜歡粉紅色的，所以我就買這兩樣給他，我一定不會 try on， 還有他就是生日，我應該會在給他之後才出這條片，所以我會放這個進去，但我不會 try on， 因為我不想開，因為不是我的，我想就這樣給他，所以我不會 try on， 你明白嗎？ OK，我呢一世人都未試過講嘢講咁快，可唔可以揾人欣賞一下我講嘢嘅速度啊？好 ，ASOS 完，跟住到 Safo Bikini 綠色嘅冇嘢好睇，因為我唔會試，所以第二件係呢、這個，我勁中意 NASA， 因為我覺得佢哋係一個可能好多秘密、好多故事嘅一個 association， 同埋佢呢個又係我真係好中意，佢同你好薄嘅 hoodie， 其實佢唔係好薄添咯，佢直情係 T-shirt 咁嘅質料咯。喂，屌開唔到啊！另外一樣嘢就係皮帶啦，佢係超級平，好似二三十蚊咁樣，所以我就買咗佢啦。同埋我真係冇皮帶用啦，所以我就好需要一條皮帶啦。所以呢條就係一條好 basic 嘅鞋帶，黐線！所以呢條就係、是。所以呢條就是一條很 basic 的皮帶啦，我可以陣間 show 下點樣用呢啲皮帶啦，因為我多數好少喺褲上面用皮帶啦。攞翻啱啱個格仔裙 example 啦，我就喺格仔裙出面加呢條皮帶，就會將你條腰再收幼啲，就會成個 outfit 好睇啲。最後一件衣品就是這件，哇我好像買了很多都是 basic 的東西，全部都是這些 basic shit 咁樣，但是這一啲是真的很好穿的，即是你可以幾時都可以穿它啦。我沒有嘢好講。啊，佢有少少 detail 嘅，就係佢呢度就會有你個胸嘅 shape 喺度，可以 show 到你有胸，雖然你冇胸嘅話就可以扮你有胸。其實呢件 T-shirt 對於我嚟講有啲細件啦，所以我應該喺我個 Depop account 嗰度買咗佢。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去我 Depop account 嗰度睇下。最後就是這兩個，這兩個是 accessories 嚟噶啦，這個就是耳環啦，就是太陽同月亮嘅。這個呢就是一set的 bracelet 來的啦，又是超級便宜的啦，我想說 ASOS 自己的品牌那些東西是很便宜的，因為我覺得 ASOS 自己的品牌是不便宜的，但是它經常做減價，所以就會無緣無故變得很便宜，還有 Safo 呢，你根本是用體價錢來買東西的，
全部都係幾十蚊幾十蚊咁，又唔使運費。好，依家我就擺我個 screen 喺度啦，然後我坐喺呢邊啦，然後你哋就睇到個電話撳緊啲咩啦，所以我就 screen record 俾你。你哋睇緊嘅依家呢個咧就係我個 wallpaper， 就我只狗發緊脾氣。你睇上一條片應該知佢發脾氣嘅樣子。然後呢啲咧就係你唔會用到嘅。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要用到嘅 file 啦，就係買嘢嘅 file。咁 StockX 咧其實就係攞嚟買鞋嘅，所以我今次唔會用啦。我今次有幾個 app 想講，就係 Safo 啦、Shein 啦、Amazon 啦、ASOS 啦，同埋 Depop 啦，就係紅色你見到中間呢一個，同埋 Romri 啦，同埋 Mo 啦，就係呢幾個 app 啦。首先我哋就由 ASOS 開始啦，希望我依家唔會做錯嘢啦，因為我唔想再買嘢啦，因為我已經冇錢啦。咁就睇下我呢個 save items 嘅地方先啦。大家可以見到咧 ，ASOS 自己個品牌嗰啲牛仔褲係真係平嘅，即係佢經常性仲有咁減價啦。你見到呢一條啦，佢 out of stock 啦，但我真係好想要呢一條啦，所以大家要買就快。ASOS 有件好好嘅事咧，就係佢擺咗個購物車之後咧，佢就會當你已經買咗，然後幫你 hold 一個鐘，你就唔會有嗰種咧成日俾錢嗰時先知道嗰一樣嘢冇曬貨嘅 moment 咯。你見到咧都牛仔褲啦，因為我好中意牛仔褲啦，我好想要一對 Air Force 啊！我知道香港對 Air Force 嘅呢個熱潮已經冇咗，但我真係好想要翻一對 Air Force 啊！係啊，同埋都有好幾個女仔問我點解成日都可以唔戴 bra， 係因為我真係成日都唔戴 bra 嘅。然後我就黐呢啲nipple 貼啦，我唔會鼓勵你唔戴 bra 嘅，即係你睇下過唔過自己心理關口咯。啊，同埋我好中意呢條褲，我真係好想要呢條褲，但係佢冇我 size， 定係我買大啲咧？同埋有一件事就係，大家應該喺我 IG 見到我一條成日都著嘅灰色 joggers 啊，其實佢唔係 joggers， 佢係 sweatpants 啊，因為佢真係好厚。我又係喺 ASOS 買，我真係超級中意佢。跟住呢一條咧就係佢嘅黑色版本啦，我好想要一條啦，但係我已經有一條啦。同埋而家呢一個天氣唔係一個要著 joggers 嘅天氣啦，所以係啊，我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可以買條呢啲褲，因為呢啲褲咧其實好好襯嘅。你又想著得靚啲，但你又唔想襯衫啦，你就咁著一條呢啲褲，然後求其著一件 T 恤。然後再求其著一對 boots， 可能 Doc Mart 啦，或者 Timberlands 啦，或者你著白色鞋咧，你已經望落去係有打扮，你已經贏咗噶啦。我前幾日都有 look 過呢個 app 啦，咁喂，你唔好撈得再慢啲。其實我每一日都會打開呢個 file， 因為我想睇下有咩衫。我係一個會買二手嘢嘅人嚟嘅，即係我係會 thrift 嘅。我知香港唔係好流行呢件事啦，但係外國真係好流行 thrifting 呢樣嘢啦，即係買二手嘢啦。你會揾到好多 vintage 嘅嘢，同埋你會揾到好多好平嘅嘢啦。首先咧就睇下我個 wish list 啦。你有冇睇錯？我已經想買嘢，係咯，我哋 add to back 啦，好冇？白色皮帶咧都係好好襯嘅，因為經常性黑色皮帶咧其實有啲悶啦。如果你著牛仔褲，白色皮帶係好容易。顯到你有打扮過咁樣，其實好重要，你要呃到人，你明唔明？你要呃到人，你嗰日就算你冇擺 effort 落去，都好似打扮咗咁。好啦，我哋七蚊咋？你睇下七蚊。$7，喂，這個好靚咯，這個是一個長的 decoration 嚟噶，同埋我呢一條片嘅下一條片應該是一個 decoration 嘅 video 嚟噶啦，所以我買呢個應該都有用。我可能買一條呢、這個，但係我唔想咁短咯，因為我中意啲長啲嘅褲。首先，我再 claim 多次啦，我174高，即係五尺八定啲五尺九，我已經唔可以係著九分褲。我著九分褲嘅話，佢會直接變咗八分或者七分。ASOS 咧有個 category 叫 ASOS Tall 啦，咁佢本身就係、是。全部嘢都會長啲嘅，咁我哋就開始唔好望住我個 shopping bag， 然後開始睇衫啦。呢一個應該係最多人想我講嘅，因為我著嘅衫全部都係呢啲 category 噶啦。可能之後我做條片係講 closet essentials 啦，即係講埋啲 basic 嘢。好啦，咁啱啱嗰啲我就一定會俾錢嘅啦。再 look 下我有冇嘢想要啦，因為我唔想呢條片咁長。如果我每一樣嘢都講嘅話，呢條片就會超級長。然後最重點就係 Depop。Depop 咧就係一個我啱啱講嘅啦，我中意 thrifting 啦。Depop 就係一個 app 係 international 嘅啦，佢就係、是、都係好似香港嘅 Carousell 咁，就係、是。擺啲嘢上去賣啦，然後就買咯。同埋我可能會擺嘢上去賣噶啦，所以如果你有興趣買我啲嘢嘅話，可以 follow 我，我叫 B for Britney。By the way， 好多人好似唔識讀我個名，我個名叫 Britney。
牌 Britney。 我買了一對鞋啦，佢就是 Dr. Martin Platform 有拉鏈的啦，我一直都很想要這對鞋，但是我沒有買到啦，因為首先這一對東西要1800元啦， which is 我其實不介意的，即如果我真的會經常穿它的話，我是會放1800元下去買這一對東西的。但是 Dr. Martin 有個不好的地方，就是一開始新的時候真的超級誇腳，我很不喜歡。所以我見很多外國的 YouTuber 呢，很喜歡在 Thrift Store 或者在這些 App 看有沒有 Dr. Martin 可以買，他就會沒那麼誇腳。還有這一對呢，他跟我說很新的，他不是只有這些照片，他還發了其他照片給我看，我見這一對很新，還有他不是很貴，他超級新，他只是只穿過兩次，他看下去有適當的軟硬度，他不會令到我的腳很誇腳咯。我想我會噴下那些紅寶布先咯，還有我會放在那裡風乾一陣，因為始終我覺得人家穿過的鞋都有小核突，是潔癖的 by the way， 我小潔癖的。我想說穿軟了的 Dr. Martin 是真的很難找的，你明不明白？那這對東西就90元歐羅還是什麼英磅，我不懂得分歐羅和英磅，然後我就要給多15元、which is 其實都是1100元，其實我都知道不是很划算的，不如買那對新的，我就是買了啦，所以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好喜歡很多 vintage 衫啦，這個 app 上面有很多 vintage 衫都可以看到啦。因為我呢有很多衫我都不是很要的啦，所以如果你想買我的衫，你可以在這裡 follow 我啦，我可能遲些會放東西上去，如果放了東西上去的話，我都會在 IG 講一下。所以就是這樣啦，我走了。我不想這條片那麼長啦，所以我就 cut 走了很多啦，還有我還有個其他 app 的，但因為這條片真的太長啦，我要 cut 走曬它們。還有我之後還講了 Amazon 的，就是講我在買咖啡機，還有在講我買相機那些東西啦，我就 cut 走了那一道啦，我覺得沒有人有興趣啦，所以就是這樣，因為這條片是講衣服的嘛。佢每一日都係咁樣嘅 ，by the way。我依家就要去襯衫，然後影呢一堆嘢俾你哋睇啦。我唔講咁多垃圾啦，咁都係啦。如果你中意嘅話，就 like 啦、subscribe 啦、comment 啦，同埋最緊要係，好似條條片都冇講過，你一定要撳嗰個鐘仔，如果唔係我次次出面你係唔會知嘅，就係咁樣。你睇下佢做緊乜嘢？佢每一日24小時，有18小時都係咁樣嘅，我同你講。好啦，有佢啦，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